好，我是十六。我家又装了新的洗碗机，旧的那一台呢是两层碗篮的，我现在已经搬去给老屋我的婆婆做使用。那这台是 ASCO 最新出的644三层碗篮架，之前那一台是我自掏腰包自己买的，那特别找 ASCO 合作团购，希望帮大家谋取一些福利。这次呢233跟644都有团，就我先把 LINE 放在这里，因为货量真的有限，大家有看到 LINE 赶快加入询问，因为很快可能就没了。那明年1月1号铁定涨，这个是我收到的通知，这一波已经是最后的优惠价了，如果没有买到的话请把握。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，这台呢 ASCO 有特别赞助我拍摄，希望呢跟大家分享一些233跟644的几种差异化，让大家做一个选购的指南。那我觉得这两台呢各有优点，就是族群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如果你在犹豫的话，看这一集应该就可以得出一些重点。我先来带大家看一下644的内装长什么样子，它总共是三层的碗篮架，那主要有2+2的喷水臂，两支旋转喷水，两支辅助喷水，中间这层呢还有两条的喷水柱在篮子里面，比较脏的铲子汤勺就可以放这里，它会从这个喷水柱喷出来。最酷的地方啊是它的中间层可以被拆开，整个篮架可以被拆起来，三层变两层，让你很好的运用。机体的细节构造啊，我在233那支影片我有拍，那大家可以去关注那支影片。这集呢我就挑重点来跟大家说明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支架，那这一格一格的是可以放刀具，可以放蛮多把的。那这个支架啊都是可以做调整，这边有一个扳手，它可以调三格两格，这三格现在是立起来，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放平。好，然后它特别设计了一个夹子，它主要是让你夹一些比较轻的塑胶盒，它怕说水柱太强之后把你冲歪，然后积水。上碗篮的容量啊其实蛮大的，你放了大碗公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夹子，你可以放这种小碟子，它这样就有两层的空间。上篮的部分啊，233的高度是比较高的，我还可以放得下这个，可是644哦放不进去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就不行了。中层的地方啊它有两个篮子，这个篮子啊主要是让你放餐具的，像是叉子。这里啊也可以放刀具，如果你餐具很多的话可以反着放，那刀具放这里，筷子当然也可以放。像我自己啊是蛮懒的，这样子一个一个放好的，所以我通常都还是把它放在直立式的篮架里。这边的篮子我通常就是放一些铲子啊、大的汤勺啊或者是夹子类的啊，我就把它统一放这。篮架啊都是可以拆起来的，那它拆起来的方法很方便，就是它是一个勾勾，就直接拿起来就好了。它本身就有附这个两个篮子，所以它有两种可以变换，就一种是这个，它上面啊有两个管子，一个洞一个洞的，要干嘛？喷水用的，就是它这个锥子会连接到进水管，然后会进水给这两个管子去喷水，所以可以洗上面的东西。如果要放第二层比较脏，你就可以放这个篮子。它除了这两个篮子可以拆啊，它整个中层全部都可以拆下。在滑轨的两侧啊，它有一个塑胶的卡榫，你往旁边搬，这样子就变两层了。像这样子的深度的锅子啊，你底下还是可以进得去。那再高的话，你就要拆这个篮子，你就把这个篮子拔掉，就可以容纳更高的东西。像这个玻璃瓶，你看，它就进不去，就可以了。这是立体篮架，
我觉得这样子放啊，我比较舒畅，就是不用这样排排站，我觉得很简单。它的位置通常就是放这，这样，那你就可以用插的这样，它这样进去是没有问题的。下层的支架可以动的非常多，它可以交错，它这边可以推开，让它躺平，然后也可以交错。它的支架移动啊，其实都有设计一个大拇指靠的位置，我觉得是要施一点力，不至于说很难搬，但是就是需要施力。这一根啊，它是可以被立起来的。如果你有保温瓶还是玻璃瓶，你可以直接这样立着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洗尘的部分。644啊，它的洗尘真的比较多，也分得比较细。那我把字卡的部分放在这里，真的蛮多的。那除了洗尘以外，它某一些洗尘还有在细分模式。举例，像普通洗尘，它还有分环保、夜洗、加速、加强。环保的意思当然就是比较节能嘛，省水省电。夜洗的部分，它主要是所有的噪音都降噪，然后洗尘的部分拉长，所以就是有柔洗啊、清洗的概念。加速的意思是快速洗，就是让时间缩短，就是你可能急着要用，你就可以用加速。加强的部分呢，是对付一些重油污或重顽垢的一些污渍，那你强力的做清洁，但它也是最耗电耗能的。我自己还蛮常用普通洗尘加加强模式，因为我很常把比如说烤盘可能放在烤箱里面，我就忘记收出来，那有一点微焦或是干掉了，那我放进去洗，其实清洁的状况我觉得很不错，效果也蛮好的，都可以清得很干净。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真的是重顽垢好几十年成年的，拜托不要洗，真的洗不起来。那种微干掉的、微焦掉的、一天的，我觉得都还可以。另外还有一个洗尘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可以跟你们做分享，是塑胶器皿洗尘。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洗尘，我就把所有的保鲜盒塑胶类的，我就拿出来清洗一遍，因为塑胶器皿是洗碗机的大魔王，它很容易会有烘不干的状态，所以我就测试了一次。测试的结果啊，基本上我觉得烘的算蛮干的，还有一些些盒子里面是会有水汽，你还是要用布把它擦干净。有一些保鲜盒它的构造比较特别，零零角角非常多，很容易有积水的状态，就是无论你左放右放倾着放，它还是很容易积水，这个是保鲜盒的诟病吧，蛮多是这样子的。但烘干的状态我自己算是满意，就大概80分，就是它还是不能完完全全100%烘干。但如果你是自动开门晾着的那种小小的积水，你一天一夜它是会干的哦。但如果你是那种积水太深的，不管是瓷碗或是塑胶器皿，打开门还是不打开门都是不会干的哦。初期在使用洗碗机的人啊，不要一打开发现有水你就觉得是不是洗碗机烘不干，有可能是你没有放好积水的状态，好，这个要分别清楚。洗碗机啊，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烘干。那我之前有分享过，我很喜欢自动开门，因为这样子水汽呢不容易闷在里面。但就有网友听到自动开门就很害怕，虫子会跑进去啊，会不会有蟑螂啊、蚂蚁之类的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菜渣嘛。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，但 ASCO 洗碗机它是可以设定开门或不开门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。至于开门的烘干比较强还是不开门的烘干比较强，我有做了几个实测分享给大家。这一段要测试加强烘干不开门，下面啊，我们故意放了三个杯子，上面其实都是有一个凹槽，那这个是不正确的方法，所以我觉得一定会积水。那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它的烘干效果，看看不开门的烘干它这边会积多少。正确的放法其实是要这样斜着放，它的水不会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用普通行程然后不开门的模式让它烘干，这边还是有一些水汽。哦，有啊，有积水这边，因为我们预估就是不正确的方法，它真的就是还是有积水。哦，这就很干欸，这超干的，有一点微积水，因为它可能这边有凹槽，这很干。
那为什么它这里？哦，它这边是因为喷水壁的关系，有一点点水会滴下来。对对，水会滴下来。哦，这边就很干啦、啊。美肌。嗯。玻璃看玻璃很准，很干。我们现在要测试呢烘干效果，就是一模一样的状态，但我们用开门，刚刚是不开门，现在是开门。好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的状态，然后一样是普通洗尘，然后我们要开门。放不正确的杯子，上面还是有积水，这个一整个晚上不开门它也不会干，这个就都很干了。好，碗弓的部分也很干，夹子这些都算蛮干的，你只要放正确其实都很干。我特别讲一下 ASCO 它的烘干技术是涡轮抽气冷凝烘干，它会比一般余温来得好，更强效，就是这个是它的独家专利，跟别的牌子都不一样的地方。如果你选择的是不开门烘干，它的涡轮抽气冷凝的时间比较长，其实烘干效果是好的，但它有一个缺点是它的内门片会有水珠状态，就是有一点点湿气，但里面的碗盘都是烘干的状态。那如果你选择的是自动开门，它的涡轮抽气冷凝时间比较短，剩下的时间它会用余温去烘干它，它相对来讲会比不自动开门来的节能，所以你要省电的话，你就是选自动开门，就你不怕虫子的话啦。然后它的好处呢，在门片上也不会有水柱状态，都是非常干的。这次啊，我终于使用到三层碗栏架的机器，那我觉得它的使用量真的是比较多一点。我觉得中层你放一些汤勺啊、铲子，我觉得很方便。但是筷架的部分，我还是习惯放在这种直立式的架子上。我觉得在冲洗的时候比较无死角，那放在这里我会觉得量太多，容易堆叠，粘在一起就洗不干净。但644这台啊，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不受高度的限制。有些品牌它的中层是可以调高度的，但是它这一台是可以把栏架整个拆起来，变成两层，就是你要三变二，二变三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放。所以无论是大锅子跟小锅子，我觉得都还算很有弹性的。但这台啊，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算是注意事项，因为它的中层啊，两条喷水壁在栏架底下，那这个要怎么进水？它其实前面会有一个锥子，它的锥子呢，顶到底部会有一个进水口，然后它里面就会给水了。但是你有时候在拉的时候啊，它会甩水出来，因为它里面就水，所以你在拉扯的时候它会滴跟甩，那你不小心就会滴到下层的碗盘，就是这是我觉得不好的地方。可以有一个解决办法，就是你把下面的碗盘先收起来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你们。这新款的这台啊，它的滑轨我觉得算还蛮顺的，对，没有叽叽叽的声音，就是耶。最后来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到底要买233还是644？我其实在做这个结论的时候，我内心非常非常的挣扎，然后我就问了我老公，问了我们家所有用过这台机器的人。我真心觉得它是预算先决，因为以洁净力跟烘干效果，其实两台并没有差非常多，一样都洗得很干净，烘干都很棒。硬要讲说一些细节，当然644它高级很多，因为在栏架的设计跟一些可调整可移动的范围，它是更多弹性的，那使用起来细节也更多，确实它贵的有道理。但是价差个两三万块，我觉得对于一般消费者一个家庭而言，它不是一个小钱，真的是一个大阶梯。它不是一个说哦，你再贵个几千块或一万块，你就可以升级到这么好的规格。所以这个差距，我觉得大家都需要衡量。644的细节提升，我觉得它是锦上添花，有很棒，但没有似乎好像也觉得哎，我也还是可以洗啊，也洗得很干净啊。我觉得如果是你是这样子的考量，那你就买233。
那你是喜欢很精致型的，什么都要用到最好的，弹性要很多的，你就直上644。我真的实测出来，我真的就觉得一两台我都很喜欢。对于如果你装潢花了很多钱，买家电也花了很多，两三万块的确需要考虑。它就是为你有预算的人而生的。我举例像洗尘的部分，它非常的多，比如说有上下洗啦、塑胶器皿啦，或是水晶玻璃啊，很高级的餐具，我家就没有，那我就不一定需要到这个洗尘。中间层的部分，我觉得有很不错啦，但没有我其实上一台也洗得好好的啊。但就像你讲，水晶玻璃，有一些人他的餐具是很贵哦，对，他会爱护的。它当然就会很适合到这个功能。我就是有一个专门为水晶玻璃而生的模式，我觉得很尊荣。没错没错。那以上的影片就分享给你们。那团购 LINE 我放在这里，大家如果要团购记得加入。我真心不骗，应该很快现货就会卖完了，现在全台大缺货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。那这支影片就分享给你们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追踪 IG。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团购的频道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，这是我们的新频道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团购优惠跟讯息，我们也会定期的发影片在上面。下次见，拜拜。